阿里巴巴老师开始的圆周论。现在我们要给大众讲啊，常常讲法轮常转啊，它是圆的啊，它没有缝隙的啊。像这个法轮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啊。你不来我们贵宝地啊，哦，阿弥陀佛了不起哦，法界众生啊，哎呦，把我们人道能够救一个算一个。其实人道没有人知道苦啊，就是轮回啊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现在你不是来闻到大法也不懂，像我这里啊，念到无量寿经，哦，开心的不得了啊，总算有救了啊！人生人海茫茫啊，要去哪里啊？啊，念到无量寿经，哎呦，阿弥陀佛也是人啊，这个人道啊修的，今天能够法界众生不得了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人道一定要苏醒啊。啊，其实个性值不值钱？不值钱，个性很不值钱的啦。而且我给大众，个性叫做这个生命。啊，这个生命它是有限的，像我们为了这个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啊，我们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啊，像身体不能垮，啊，身体没有力啊，脚步走不动，啊，这个没有力对你损失很大的嘞。啊，怎么大呢？你呀、啊，给大众要修行都障碍了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不能生病的来。像现在啊，老师啊跟佛啊都教我们的方法，啊，只要你个性改、心改，啊，什么都看好，什么看好不看一点坏，啊，病很快就好的来。啊，像你啊，在。叫那个华喜啊，给那个啊李秀凤讲，叫他儿子啊一天啊喝热水啊六瓶就好了，那我再给他请中，很简单的来。像疫情啊，在我们这里很简单，都不用吃药，这也是佛教的啊。病毒啊，你要热水一直喝啊，温水的啊不要太冷啊，温水一直热一直喝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在香闷大佛寺啊，人到来这里都有救哦。啊，我们要这个生命的个性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能多做多做。像现在孩子也很会看人的。啊，我今天不在讲什么，他就讲，哎，他脸看起来很慈悲啊，啊，很善良，他都会看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一个人啊，行住坐卧都写在脸上的嘞。啊，才知道好跟坏。啊，其实给大众都有好，不要坏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跟某种来讲，伤害人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就是为了个性一直伤害人，啊，其实都有报应的嘞。这事情很严重，没人懂。像啊，我学佛学的这个三十七年，我给大众讲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一点都跑不掉。啊，身体啊，幻化的，不要去搞身体。啊，他不能突破，你一定要突破。啊，他不给你力气，我一定要力气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啊，为什么要佛？没佛灵性不能见性的。所以我们啊，不管怎么走都要圆。啊，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去到这里，人家不圆你，进去就圆。啊，去到这里人家不顺，你进去就顺。啊，人道能做到这样不得了啊！啊，像今天这个四大天王，啊，这个四大佛啊，哦，这个不得了，讲的故事都很精彩，他们都是纯净纯善的。啊，才能做护法的。而且现在缘非常好，啊，我也一碗大地也一碗，缘非常好，大家要存好心做好事，啊，人家磁场不好，我们给他改好。现在我也给宇宙菩萨、因缘媳妇在新佛子讲啊，啊，以前不晓得造了这么大的业，你们现在都要看好，啊，只能想好，啊，
你啊，现在福田很多，你帮助人细胞看好，那你功德就很大。尤其我们相关大佛说啊，啊，这个比丘尼很重要的嘞。啊，能够苏醒啊，啊，这世界就有救了。啊，像我都在帮助人，啊，你要见性，我给你们见性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可是自己要去突破。啊，像我也给大众的毅力啊，毅力很重要。啊，假如你没有毅力啊，那这事情就很麻烦。啊，人是在呼吸之间呢、啊，啊，人没有用的，人今天不是学佛啊，找回法身，人就生老病死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现在我们要辗转迂回啊，才能圆心。啊，人道骗人的啦，人道方法的啦，人道不是真的啦，真正找回自己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最快的方法，啊，长嘴语啊，知道人之初性本善，像魔界哪个不善？像那个啊，说生了六个孩子，后来恨死到魔界去，啊，而第二次大战也去搞人家，才知道一个女人啊造业很大，现在女生造业很大的，哦，现在魔界我看看那个。还在讲魔界，找到我都是女众哦。香港我也给这种女众最好不要去碰，啊，碰了对自己伤害是最大。为什么？他爱的要死，恨的要死，哦，这事情很严重了。大部分很多人都在空间呐、啊，像你也不来这里听经，哪知道这事情的严重？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在南无阿弥陀的六字红名是非常的重要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像我得到好处啊，我都在介绍给大众听。啊，用这六字红名来超度，佛就在你旁边的来。啊，而且随时可以超度。啊，只要你行善了就可以超度。啊，这也是养心养性啊。啊，这养心养性也给大众对你帮助很大的嘞。所以我们要有大力啊，啊的自信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反正想什么都想好，啊，不要想一点，啊，坏。像现在我也给全世界，你想坏对你伤害，人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啊，你只要想好，一直做，一直圆，啊，以圆桌上，早晚就能够成佛道的。要看自己毅力啊！啊，你毅力啊不得了啊，冲啊，完全改。跟谁都没关系，跟自己关系。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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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。啊，这个好事能够自愿希望极乐世界，阿佛见性成就佛道，自己在往生西方，这各依法缘呐，依善根福德因缘而行。啊，这法缘就是随缘呐，人道好不好度？人道，假如说你他要啊讲了很多问题，就好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很多人来这里请众，啊，请家亲眷属啊，这个华协给我报告了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这家亲眷属100在西方了，啊，至于在问的问题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像问的我们的几个空间打开了。我告诉你，有没有100？啊，这个我为什么讲没有100？
啊，最少有90，这就是它是灵界，有时候灵界会干扰的来，啊，灵界干扰受训期啊，有时候会干扰，还没有见性都会这样，啊，这是很正常的啦，啊，没有那个100啊，可以给你100的，啊，我们也给大众，你相信就来请众，不相信我们不勉强，我们这里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。像人道麻烦就是疑惑，像这个疑惑，你看苏师姐有没有疑惑？啊，苏师姐，你看在过年就啊七八十的有没有疑惑？啊，体力好，法会做得好，精神好，他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对自己要给大众讲哦。啊，这个身体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。你说老人骗人吗？啊，老了样子都变了，而且啊，给大众讲，记忆就退了。像我的记忆啊，我告诉你，比年轻更年轻哦。讲一个东西给我看，我马上能分解，这是通的。像我们给大众讲，这身体很科技哦，千万不能老。像我从跟经过了40几岁啊学佛，我们没有老，而且精神啊比年轻更好。啊，以前年轻人还会睡午觉，我们现在没有，也没时间睡了。但有时间呢，就稍微观想一下，佛都在旁边的，我的时间都非常有限，而且精神饱满。啊，跟着佛啊，战战兢兢的，能救一个算一个。啊，我们啊，主要是。啊，能够一直做，一直圆，啊，一直做，一直圆，往生希望很简单的。像我劝大众，千万不要轮回了，大地都是众灵的了，每个人众灵啊，很可怜的嘞，他们也没有佛法。现在闻到大法，啊，所谓给大众讲，我们那空中有10张牌位，啊，像你们不要找我，啊，不要找我师宗弟子，啊，像我要做很多事，啊，你们都在我脚一直放，我的脚最弱了，啊，为什么脚最弱？我的脚以前很强的人，带住身口袋，现在也很强，我现在可以跳很高。啊，跳跳跳！啊，现在王碧杰看我在跳，说：“阿妈，你怎么跳这么高？我的这脚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这脚本来就没有问题。”啊，这30斤也带终身苦。很值钱哦。像我也给比丘你讲，救人啊带终身苦很正常的啦。啊，你能够带动身苦啊，你就放业了。你看现在农田护法这么多，像我们这里满满的嘞。啊，你不要看我的头发啊，我这个头发密密麻麻的嘞，像以前啦，我头发没有那么密。啊，为了求雨，你看看这头发整个换掉，很密的。啊，现在给大众讲，灵体很苦的，灵体非常苦。像这灵体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灵是不生不灭的，
啊，灵是不生不灭，所以啊，做万物没人懂。啊，所以给赵忠讲啊，这个好使人之原心啊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佛见竟成佛道，自在往生西方。这各依法缘呐、啊，依善根福德因而行。像现在给赵忠讲啊，假如你听到我们啦、啊，问异族啦，还是问这个，现在天文来讲，都要帮助众生才能翻业的嘞。啊，能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好像人家不行，你就做，做不做不做。啊，真心念佛，相应很快的嘞。尤其你是度众，啊，你是度众，佛就在你旁边的，佛就在度众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还没有转业。啊，还有个性就没有转业。我也给大众讲，你想要见性，个性一定要改。啊，你个性不改，依然轮回业力而行，那才划不来啦。啊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真的。啊，有没有业？没有。啊，那为什么有业？个性就有业了，你有个性就有业了，啊，不要有个性就没业了，就好像主观太强不好。像我们今天不是佛家，每个人主观都很强的啦，啊，包括我以前是，我先不敢，哎呦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啊，我念了无量寿经，我改太多了，我要宇宙准则，我觉得遵守。啊，我不要像人体给人家用走了，我不要。啊，每个人都肝强难发，这事情很严重的啦。像我们现在业力现前的人呢，都把身体当作真的啦。像我给到了你身体是假的，啊，可是你灵性是真的，假如灵性你不能保持在你身体，你身体一直枯萎。这就是宇宙准则了。啊，你只要称，什么看好，不看坏，都有救的。啊，所以业力之动以为自主，啊，实则无法自主，随业而行。假如说为这身体，你都不能做主。现在人倒是为身体，澳洲人一堆有，哎呦。澳洲人不懂啊，澳洲人只有病老死，没人懂啊。乃是于啊，圆桌上轮回游走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佛是四十八愿呐，像我们这学佛也要有愿呐。啊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要改的嘞。啊，你要不改，你没有愿，你用什么啊来翻业？不可能的啦。啊，像那天我给阿兵讲，啊，我今天呐、啊，啊，这是带众生苦的脚，不然你那说那个屋顶。我都敢爬的嘞，我什么都敢做。啊，从年轻啊做到了，只要是真理啊，战战兢兢都可以的啦。这就是自己能做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转业。啊，则依愿力啊而行啊，往圆心前进，就是不要有缺口。
啊，人家讲不行不行，行，啊，这不行又行，啊，都是圆的圆，啊，你看，你就放业了。啊，直达啊，直至达啊，抵达圆心见性，方是真正自主。啊，像自主好处是三魂七魄不会被抓了，身体好啊。说自在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的。像啊，在我们这里啊。啊，听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人道真的很苦的啦。人道要赶快认识相关大佛寺，啊，整个网站突然啪，相关大佛寺给你看见。啊，为什么赶快认识相关大佛？你们都有救，你们就不死啦。啊，你们可以来找佛，有病都可以来找佛的嘞。啊，像你们现在啊，问题出来都可以问佛啊。自己要放业哦。现在很多人要走不出来，他不懂。啊，走不出来卡住了。给谁卡住？自己卡住啊。现在我那净土法门了，哎呦，很容易的嘞。像现在你看啊，全宇宙都是生命，啊，银河系也是生命，啊，大地也是生命，啊，云端空间都是生命，都是灵的，都是你可以跟他对话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这个地球来讲。啊，里面啊，人道最殊胜，圣家就做万物了，真的。每个人做万物，不懂。啊，我喜欢这个，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就做出来。啊，所以给大众人早一点学佛。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人道占优势，像人道修行很容易的。啊，畜生道就难啊，像以前呢，从小看那个，啊。好像是野狐了，啊，这个狐仙呢，可以啊，啊，修到人道，那就畜生道，啊，那是精明才有办法的嘞，啊，这狐仙再不搞了人道以后，还是造业，像这人道，你闻到大法。啊，像我们这生命的世界，大家听不懂。整个地球、银河系、宇宙都是生命的世界呀。啊，看你去做什么了。看有的人做人，跟做人你，假如做人那、啊、你没有闻到大法，也白来了。你看这生命从从无尽的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学阿弥陀的功夫，法界众生，他不能骗人的，人道很苦哦。啊，说生命世界，一个是为人，二是为畜生，三是为虫，啊，处变中皆是为行，很难行啊。做虫跟男性都在交配，你看动物啊，都是感情都在交配的啦。所以人家讲动物叫做鱼丝啊，
而且人道这个心啊很重要啊，心啊能够苏醒，生命的世界不得了了。啊，你看这个生命啊，世界你看到了啊，每一个你跟他讲话都可以，都是魂的啊，各自进入空间，没人害你啊，各自命佛啊，命佛就是身体是借用，动物也借用，灵出来又去投胎啊，水果一样，水果给你啊进去啊，人力又出来又去水果，空间没办法出来的了，除非你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空间才能打开的了。啊，说无见他人之相，未知自己之相哦。啊，眼睛会看人啊，看了就知道，你修多少都写在脸上的了。他不能骗人的。啊，说好的见苦，好的自省，当你无见他人之相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处处为魂哦。各是为命的，各为命符啊，他都懂生命。你看伊丽莎问也一样啊，一只牛问也一样，他不讲这生命啊可以永恒的嘞。何日见苦，何日自省当理，现在不用苦了，人不要苦了，你要会翻译都不用苦啊，然而也在翻译啊，像我就是方业，我带众生苦，我在世是啊，人间是游戏人间的。像我们身体很严重的嘞，护体太多啊，所以念头赶快改还来得及，要急救，看好，心真的好。心真的好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像我也给我们啊比丘、比丘、师众你讲，这请众之心啊，给大众讲，你也要改啊。啊，这个改啊，就在你那个心呐、啊。啊，我看了谁能够往生，谁不能往生。现在大部分的心呢都不正，像你现在看到了，我佛南无阿弥陀对我们很真的嘞，都在帮助我们呢。啊，佛在讲是度外不如度内，啊，内已经在听经，看能不能醒。啊，佛开始是这样讲。啊，这内都不能行，外都不能行，所以啊，要知道慈悲了，主要是阿弥陀佛了，跟老师夏林居老居士啊，他的开示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都要救自己，不是救谁的。啊，主孩子希望众生已化解，阿弥陀佛是说能够竭尽力协助，但也需孩子真心忏悔，改往无知造作的各种罪业，就是心不能动。啊，你啊，无始劫的业你没办法消，不要动，啊，看好，转心，好好好，好好，什么好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你才能转业。啊，所以举止反贪嗔痴慢疑啊，这四个你不敢也不能翻译。像今天啊，孩子讲得很好，我的个性就怕改，这个性很难改。
我说好改你就早改了，也不会受苦。可是不好改也要改哦。啊，像我们贪嗔痴慢疑有没有？杀盗啊，这个杀生偷盗、邪淫妄语、饮酒两舌、恶口七欲，无一不作，无恶不作，有没有？有，每个人都有的。过去生中谁没有啊？啊，像不到喜欢习的季节，很可惜的啦。像人到现在不能来投胎，啊，投胎里面好多孤独孩子都完蛋，啊，他附体就跟你反了，他没附体就跟你很好，啊，一附体他样子也不一样了，你看他小孩很多的嘞，啊，那附体为什么不一样？他的个性跟附体合一起呀，啊，就不听话了，没人懂了。而且业在哪里？就在你的思维里。啊，你思维越多，啊，好像为这身体解感，我告诉你，重症越不跟你花钱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为这个身付出代价不值钱的啦。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那众生怎么找到？你给他想来的。啊，你都不要想啊，只要念佛啊，为众生把自己忘掉，你不会生病的啦。像我们一直老话一直想自己，就好像今天啊那个艺术讲的啊，对啊，那个阿婆就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他家的人，自己一直老。其实这个我从小看到他，他没依靠了。像啊，那个啊，阿公阿婆家里的孙子儿子很顾得来，他们不懂的啦。啊，他没有依靠，但抓得很紧啊。啊，你讲今天你讲学佛自己依靠，你看我都不靠谁的来，我靠自己，我不靠孩子的。像我看我妈生这么多，一个也靠不了，谁要孩子、啊？自己要成长啦。像现在人最怕生病了，老了，而且不能做主了。啊，其实你啊，现在跟着佛，整个方业可以的来。啊，方业好不好放？很好放哦。要方业就是。啊，身行力行，啊，没人给你看到，人家跟你学，啊，忏悔重要是身体力行，改过改个行，身体力行很重要，人家看到你啊，才知道啊，你修得很好，我要跟你修。不一样的嘞。啊，只有口说重症往往会等待，等待而兑现愿力。现在跟重症化钱，叫他去化净土就好了。学佛能不能骗人？不能骗人的。啊，你为众会写在你脸上的，啊，你为自己也写在你脸上，不能骗人的。那为自己是怎么样？啊，枯萎啦，老啦。样子人家一看就是枯萎，啊，其实我看天下人最笨就在这里，啊，人可不可以老？不能老的啦，啊，老了你就输掉了。而且我给全世界讲，老了回不来，没办法回来，要赶快停止不老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像你不要看这一天一天过，一年年过，你要抓紧机会啊，不然呢，一直老。
啊，人家看你就知道你枯萎了，真的。啊，所以口说忠贞，往往会等待，等待对方啊兑现而圆。啊，若是未兑现，乃是跟随，或是直接令身体老化生病，而不留余地讨债。像众生也笨，当然你气不好，他也会进来。没有人懂得来。现在人呢、啊，啊，若未兑现，直接老化生病。啊，或不留余地讨债。现在给众人讨债才能，他死掉里面也是在讨债，也没用。啊，不如帮忙他清醒。我给你们讲又听，什么都骗人的啦，只有见性去希望才真的。所以有这身体还是没啦，千万啊要放低自己哦。啊，莫让自己啊，往常一样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不可攀。对啊，自己啊，能干哇，这受苦，现在受苦很厉害。现在不懂的人也就是啊，学我怎么这样，个性不改，什么都会报应的啦。像我很早就讲了，我最少讲了最少八零七零有。我看到的问题，我早给他讲了，他不听耶。他觉得他没有，很严重的啦。啊，像我们家有个性叫做硬碰硬的、啊，啊，你睡吃亏，你有身体吃亏。你像这灵啊，没有身体，哦，发挥很大的嘞，很可怕，没人懂。像人道有没有吃亏？给他没有吃亏，啊，绝对没有吃亏的啦。啊，莫让自己往常一样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啊，不可放，千万不要和众生硬碰硬哦，柔和谦卑是为要。啊，老师一直叫你改个性啊。假如我们大家个性改了，啊，重新改，啊，全的细胞都改了，啊，现在看到你们的个性最不值钱的了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千万要放低自己啊。像我们现在给相关的比丘、不丘、师众讲，我们是在服务大众，我们没有高高在上。啊，你看苏师姐什么都做的，没有一样不做。啊，能做多少赚多少，一直做。我都在做的，不可放啊！像这个不是，这不是学佛了。像我们呢，个性很强硬，也不能度人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所以千万不要和众生硬碰硬，柔和谦卑是为要。像我们现在相关的就是柔和谦卑了，为政府。像有人要做义工，我们欢迎。真的，来我们这里做义工很棒的，来跟佛在一起。啊，所以济公的德不可少，是为啊。众生化解冤仇之啊重要之量啊，所以众生翻愿化解而出去。像我们身体现在在香港佛打开，哇，密密麻麻，一点个性都不行哦，哦，有个性众生一大堆，啊，复合不了的，能量就不行了，没人懂。啊，说重症化验化解而出题，啊，令老化及病痛改善，啊，愿意要接受活世超度。
啊，现在我们相关大佛寺超度，我给他是阿弥陀在超度，不是我叔自己，我是跟着唱而已。啊，佛是法界众生的啦，像我给全世界讲啊，啊，网站打开相关大佛寺，啊，这个佛的开示老师告诉大家，好听听看，全世界没有哪个能够写这个东西出来的啦。而且我也给全世界讲，这宇宙准则就是善，一点恶、一点私心都不行。真的啊，啊，一点个性连接就把我们抓走了，啊，那这个好不好改？很难改。你说咱哪个没个性？啊，你就是更害死人，啊，个性害死人，人家就苏醒了。说众生愿化解而出体压力，然后化解病痛改善，啊，愿意要接受佛事超度，方是真正解脱这段缘愁。哦，很多，我的群众非常多，非常多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好的，真正能够改过啊，礼拜六知过能改。现在人道有没路？没路。啊，从小到大都是生老病死，人道没路的嘞。啊，假如说你能够听佛讲经，啊，老师讲经，把我们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误行解改掉啊。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能够翻页。像我们人体要不要个性？不要哦，个性很麻烦，要替人家想的。啊，所以要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并不是容易事，这一定要面对。像我们人道就是自尊的颜面的骗人的啦，啊，像我们这错就错，对就对，要去面对。啊，就像化学啊，啊，他什么事？阿妈，我这个讲了就没事了。啊，在化学做了什么？啊，不讲，他就心里犯了，那就输掉了。啊，不管做错啊怎么样，都要面对。像很多人呢不懂啊，啊，不面对放在心里，不能见性的，没人懂。啊，必须放下自尊颜面，像这自尊颜面是骗人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像你们现在在我们这里学叫做灵性的提升，很棒的嘞。除了十四生以外，过去时是灵性曾经经历无数生苦及劳生老病死，啊，与因果簿上记载无数的功与过，与轮回中消业啊享福，也与轮回中啊造无数业受无数。啊，无尽苦，有许多善恶因果还来不及偿还、消受，啊，带来此事，啊，像这个要给大众，现在要听经了，啊，听经改改改，彻底的改，啊，一直改一直改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真的。啊，不是，没有秘密。啊，身流如流离，
啊，你就见性了。像我们现在来学佛，一定要清楚，我们叫做待业而来的，酬业而来的，每个身体众生很多的来。啊，你知道闻到大法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这个大法给大众讲啊，啊，真正找回自己，纯净纯善的来。像你来跟啊，我阿弥陀开始讲，老师开始讲，啊，宇宙准则真理啊，啊，正道，你这身体不会生病的啦。现在你看到老人呢，啊，华经看到个别老人呢不能做主，很苦的。啊，你家老了就像这样就完蛋了。像呢，主要要能做主了，啊，一下就进空间，一下进空间。啊，现在人很多的嘞。像啊前面呢，啊佛讲过贪嗔痴慢疑，啊七情五欲都要断的嘞，那是骗人的啦。啊，像我们的灵啊，此灵啊，曾经的经历无数的生苦，也生老病死，你看生生世世都在轮回。啊，给全世界人接闻到大法，赶快抓住。啊，这个大法给大众讲啊，人不老不病，啊，灵性不死。像很多国家元首不懂，来这里见见佛不得了，真的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像我们在这里啊，啊也三年了，啊都是教人家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啊我们是一个真正救世团队的。啊，这救世团队大家听不懂，就是给你不病不老灵性不死，他有依靠的来，啊，灵性会西方的来。像这个大法国家元首在听到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像我们吃药，像正常千万不要不要看医生，像这个啊血液的一吃到药，这血液就不对的了。他都是众生可以轻重的嘞，真的，没有人懂。像现在闻道大法，啊，希望大家啊，生老病死给拿掉，啊，为众，啊，你是众生，众生也是众生。你有福报闻到大法，就像光爱客，你看闻到大法，啊，来到这里，你看看，后来居上的来，有没有道理？很棒的嘞。啊，什么都能自立，以前什么都不会，啊，以前像个机器人，有没有道理？现在自立了。能自立的嘞，都要自己自立，要突破，啊，才不会生老病死。能不能老的嘞？
啊，所以因果不善记载无数的功与过，啊，与轮回中消业相符。这句话好像听不懂，就好像你啊，一口气在最后一念看好，你出是好地方。啊，再一口气看不好，出去不好地方，没人懂得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什么都要看好，不要看坏哟。啊，也与灵为中啊，造无数业，受无数啊，受无尽苦。啊，有许多啊善恶因果还来不及啊，偿还而消除。于是带来此事因缘成熟是果报显现前，就已经当了很大啊，像皇帝也有了，钦差也有了，大官也有了，啊，儒家也有了。哈哈，哎呀，现在以前的人啊，辈子都玩女人了，全身啊在受报啊，清出来都女众的嘞。啊，说都是人之因果多一夜而行啊。这句话叫你们来这里啊，生老病死了，一夜这个一夜而行。像啊，早一点闻到大法来见我佛了，阿弥陀，你就翻页了。啊，我们不走这生老病死的路的嘞。啊，修行因为学佛，随时以练习时啊，更要自我觉察。啊，一点贪都不行的啦！这个练习啊，真的很重要。我给大众讲，一个私心都不行的。没有人懂。啊，甚至于无过啊，无念更无过。啊，最好是无念的。啊，此为最根本，避免造业罪。现在你说无念，现在很多人没有修很难。像我一个大众听经闻法可以无念的，一直听，不要有这念头，听听听听经听经，改改改改改，可以的。啊，却难以做到，因为啊，人们已经习惯与不断地思维计划中生存。啊，人道都是要计划的，真的都是这样。啊，你不能，我们这文大我不讲，我们不能用思维的。啊，一有思维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输掉。所以于此啊，于是啊，因与果在其中交错发生，啊，且人们与其中在说法，很微细哦，啊，非常微细的嘞，没有人懂。像你们的空间打开的人，我也叫你。啊，频率咳嗽，啊，你到底是谁？问他一下，啊，你就能够折法。啊，是女众好了，啊，怎么就帮助他？啊，跟他对语啊，都是讲好，他都化解了。像这个，我们在这里身心疗法，就灵与灵之间的沟通了。可以的啦，啊，说当机会，当有机会得知目前所受为过去所造恶因之果报时，当有机会听到冤亲债主吐露当时受迫害之过程，像我们空间看起来很小，空间很大哦。
很吓人的嘞。那你们现在空间打开了，你可以问他，阿松公从刚开始难以置信，直到之后结束，都在你身体里面的啦。啊，你说谁害你？你自己害自己喽。所以我给大家像世俗的身体啊，啊想法看法，这东西不要了。像我们为了这世俗的身体，搞了我们这里啊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很不值钱的来，没有人懂的来。啊，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你再生的时候受委屈啊，啊，死架耿耿于怀。就跟他在一起了，没人懂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冤亲债主？啊，这么多的冤亲找到我们，啊，不晓得生生世世灵性啊都在，啊，在刹那你怎么害他？他都在里面了、啊、很严重的嘞。像我们呢、啊、现在看到众生啊，能理解了，一个尊敬很重要啊，以前不懂，教蒙做人道理的一个礼敬诸佛啊，不要说他在你身上，要礼敬他的嘞啊，你才能够化解呀、啊！但你看，他在你肝脏里面，肝在你全身，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像你说啊，叫人家进去里面帮忙，以前我叫过那个残人呢、啊，他现在不进去，他说来里面太复杂了。他以前不懂，因为人很单纯，原来里面都是人家控制。啊，只要你主灵被锁，尽力给你帮忙，解开你也没办法进行。啊，这个问题啊，给大众讲，这不是佛打开难以置信的来。像我们在这里行众，啊。你没有啊，身历其境，不懂的嘞。啊，看起来好像只有分层啊，不能做主，很严重哦。啊，一躺下去就起不来。啊，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去净化了。啊，假如你身体不净化，你还会苦。虽然说请坐，我们这些身心疗法给你写，啊，可是你只要不敢一意而行，还会再来。像我们讲个一年的好了，我们在讲说这个地球，我出生在台湾，啊，台湾一个台湾，啊，在澳大利亚，啊，在澳大利亚，在澳大利亚，这个因果都不空的嘞。我讲的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啊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就在你身体了，啊，这个可能听不懂，你要救救你身体，你赶快改个性，啊，只要你自己主观，你会越来越苦，我也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啊，像我自己身历其境啊，我看到了。啊，看到因缘成熟，果报现前，啊，受伤了，生病了，没人懂。啊，像我们现在才知道连接一股力量也是很大的。
啊，所以给大众讲是人之因果多于业行。而、啊、修行人因为学佛，随时与念佛是更加自我觉察。像我告诉你，不是啊，学佛信佛都没病。哎呦，你看以前啊，李世公在台中，多少人在听啊？啊，多少人生病，很多的。啊，身给大众讲来学佛是往内在的，而不是外面外在，对你伤害很大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在教人无念无念头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啊，像你自己也不能凝固，一躺下去就起不来，啊，这事情很严重的。这个应该问说啊，我怎么躺下去又请不来？啊，请问众生你是谁？啊，假如灵性可以提升，大部分是可以问的。像你们要治病要自己治啊，很简单的。啊，而且双管齐下听经了、啊，啊，能够改了。啊，改救谁？救你喽，不是救众生的。啊，给这种人道没路的啦！啊，不能去做万灵，啊，不能升天，不能投胎做人，不能来的啦，这里不能来，真的。啊，佛下来还怀疑，啊，业是很重，很重哦。啊，活下来你还不改，没有意义的啦！我给全世界人讲一听。啊，感恩都来不及啊！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啊，大众讲世间之因果多于业而行，为学佛随之以练起，更要自我觉察。啊，甚至于无念更无我。啊，不然你看看抓很紧的，啊，抓很紧啊，可能你们也看不懂，像我们在看，你们都看得懂，啊，你今天消失多少，我看得到的，可是我讲的你们也不听的，像我不敢哦，啊，他一直在解，啊，好像大家也听不懂什么叫做解，身体能量。啊，像以前小时候听奶奶，哎，奶奶讲说，啊，小孩子啊，啊，身体啊，三把火，啥刀黑。啊，现在你看看现在人道来讲，不要三把火，一把火都没有了，没人了。哈哈，那这个谁害的？当然是自己害的。像我现在啊，给大众讲，现在听经啊，网站很多人听经，我也给网站人讲。其实啊，你的问题啊，很多人写来问问题，我看这问题，你们自己害自己的。啊，是怎么自己害自己？其实你们问题都很多，解决就是你自己本身啦、啊。像我们问题多好不好？我搞不好。啊，问题啊，越简单越简单。啊，就是一个真心很重要。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在听经啊，啊，你觉得我很真心？你假如真心，你不会生病。像我们现在不是身体不足在家太太啊，而且原来一些都没用，啊，他没有能量，两人都没用，啊，也不能做主。啊，这样有能量就是给这样能量很重要。啊，自己能做主的啊，你说啊，我要来想，千万不要想。啊，你只要一直六字洪明才能够救你的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
阿慈为根本避免造业因之法了，确实难以做到。加上啊，你可以不饶，你为什么一直饶？啊，你没有办法做到，没有办法做啊，叫你不行，你偏行，那你就一直饶。啊，叫你真的真理，他是不饶的嘞。啊，人道啊，不要搞幻化了。啊，你这身体叫做幻化，啊，你每天在搞身体幻化，你这身体就没用的啦。啊，那这个讲你们可能听不懂，我身体怎么在搞幻化？假如说你们身体还有我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方法你永远做不出来。啊，你的身体啊，完全人家是借你用的，搞了自私自利啊，自己都不能做主。现在外面太多了，啊，像你们现在啊，觉得说你还是很对，你这人已经没有义了。啊，假如说你现在已经不行了，你还觉得你是对的，你这人已经没有义了。我给你讲话，你要听，你就是被淘汰了。或者越走会越没力，啊，越走就是老人就走了。啊，你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啊，你要学我来讲。啊，随时与练习时啊，能自我觉察。这句话大家你们肯定听不懂，你们所想的都是幻化的啦，而且众生在你身体也是幻化的啊，可是这宇宙总则就是正道，像能量不能骗人的啦，没有能量就是没能量，你们两个也非常了解啊，想要能量就是没能量，那你们两个是被骗的，方法给骗啊！所以人道很多人吃亏的来，没有人懂啊！你为自己有自己的主观、自己的主见，你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啊！你家主观能够行，你今天也不会病了啊！假如是真正聪明的人啊！老实念佛，所想的计划是为众，我恭喜了。假如计划自己身体，你还是在垮。啊，为什么我跟你讲这话？因为我们众人太多在身体啊，啊，你就是以前有计划，自己有设计，啊，自己有自己主观自己的主见，众人就会苏醒的。而且你的量越来越不够。啊，假如学佛越来越虚啊，表示能量不够，就是你越想自己。啊，自己在那里没有啊，没有自己啊，身体是放化的嘞。像这个，我三十几年，我看的太多了，哦，我不敢哦，我也不会去想，我也不想想，啊，也没有资格去想了。像尤其闻到大法。像我们这里是大法啊，闻到这大方业能不能很容易？你一定要把自己布施掉，你才没有业啊！你自己不布施掉，很难翻业啊！我给你们年轻人讲要听，而且现在它速度非常快啊，腐蚀你。啊，给你没能量，就是给你进空间，啊，给你不能做主。啊，你说谁害的？不断思维、计划生存害的，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你说啊，那个多厉害，骗人的。
啊，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打开你们的听，要好听哦。啊，比如一个100个人的个性。啊，那我们讲说100人人体有100人个性不止。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啊，它是啊与生俱来的啊冤亲债主一堆。像人进你的身体跟你都有关系的。啊，他你用脑过多在控制你脑。啊，你用心过多在控制你的心。啊，反正你只要计划啊在哪里，他就控你哪里。像人的不是文道大法，没有人有意的啦。啊，这个85是因心所都不能用的啦。啊，只要你有事啊，有想啊，不能翻译。像你看海泽他只是想而已，总之就不放过他。啊，他讲我好苦，总之比他更苦，苦了他已经受不了了。所以我就教他说，你不能他好苦，你更不能苦。啊，他比你更苦。啊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来啊跟他对。现在我们身体都可以对语的。像现在我也给全世界讲，自己要自救了，啊，听经我不要再迷信，啊，你迷信啊，你不能翻页了，像我们现在问题不要再噪音了，啊，不要再音就是不要再计划，已经生病了不能计划了。啊，你计划也来不及了。啊，你越计划，他越清醒，众生不会放过你的。所以给大众都没有空。啊，做无做无做做空，对你帮助很大。所以因与果啊，在其中交错化身，化身切人们，啊，与其中受报，有没有看到？没路了。只有无念，像以前呢，老师像邻居老居士给下法僧啊取名叫佛念，啊，佛念能够醒过来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当有机会得知目前呢、啊、所受。是为过去造作恶因之果报时，啊，当有机会听到冤亲债主吐露当时受害过程，这个在哪里？在排位，排位写出来就是啊，他所受报。啊，从刚开始难以置信，直至之后接受。现在不要讲难以置信，啊，你难以置信，你个性再强，你身体受不了了。他们呢，攻击很快的来。再不是你们学佛，你们听不到这个东西的。现在啊，我也跟他，大部分人到底是自己害自己，没有人害。所以我也给全世界讲，啊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啊，你什么都看好，没有厌坏。啊，有没有吃亏？绝对不吃亏。假如你说怕吃亏，你也不能坚信。没人懂啊。啊，从开始难以置信啊，直至之后的接受。前因啊，未身历其境，未见到。未能体会当时众生之苦，就好像我们重新起了，过去忘记了。像这个在现在人道来讲，出生的孩子啊，教育很重要。
你看这异族啊，父母教他善，从小到大啊都善得来啊。你看呢，没有人教，父母宠啊，孩子因为生气啊，啊很容易生气，魔动就进来了。你看现在魔动就是你有个性，他就控制你啊，很严重的啊，没有人懂。说难以升起真心忏悔是这一些啊，佛菩萨即使我能理解啊，当然理解，因为我看得见。啊，佛法很浩瀚的，看你自己要不要救自己。其实人道那要有个作为，也可以翻译。啊，人道就是啊，一直被清洗，一直自私，一直清洗，自己一直枯萎。像你的念头要改啊，啊，你念头不改，你不能翻页的。啊，你念头不改，你都在枯萎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那你为什么哭？因为你的念头很硬。啊，你念头主观很强。啊，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立场，众生不会给你化解的，所以你就一直枯萎，你不能做主啊。啊，那你现在问他这怎么办？没有念头。啊，叫你纯净纯善。你做不到，念自己南无阿弥陀佛也不能纯净，那你就输掉了啊！所以为了帮助众生，结果孩子也是众生之一了。弥陀即说会全力的帮助孩子，让冤亲债主孩子化解，接受超度。但是孩子应该要负起自己当啊自己当负责的责任，也是知造知改改过。改过就认真精进呐、啊，谨慎把自己给弯掉。就像你是江一禅，啊，没有江一禅，啊，就能够改啊。啊，假如说你主观还很强很难，很严重的，啊，现在人家听见啊看都是自己害自己。像佛苦口婆心一直讲，老师也苦口一直讲，可是你们都听不进去啊，把自己慢慢毒死啊，害谁害谁自己啊。假如我们听经了、啊、没有消归自心，众生都不会给你化解的啊。所以啊，让冤亲债主与孩子化解，接受超度。但孩子应该要负起自己当自担的责任，这个自担的责任大家听不懂，不能有念头了。过去造的太离谱了，啊，都是错误的见错误行为，也就如此改过。像众生一直给你睡也没用啊，啊，他不给你惊醒，一直给你睡，等于众生给你全军覆没。啊，只要众生能听进来，能够出来，最少这众生还有救。啊，众生你硬，他比你更硬。啊，就像我们俩以前花言巧语讲了很多的话，啊，现在你要跟他化解，他不会听你的，就是你这个性的问题了，没人懂。啊，也就是知过能改，认真精进呢、啊，啊，谨慎，啊，提起决心，莫再造同样的过错。人道迷路了，人道死的去哪里不要在我们这里找得到。啊，其实人道一死掉，淘汰了，就去轮回。啊，看你造人，你看这畜生道这么多，都是受报的。啊，所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闻到大法，大家要珍贵，做此为真正救自己、救度众生方法。但
当儒士啊，真的很重要。香港现在很多人呢分成难民啊，那为什么分成难民？是为业障而障民。而这业障怎么找来？你自己找来的。像我们今天不听经，不晓得哦，这事情很严重啊，都是自己找来的嘞。所以这个昏沉难明啊，此刻啊，业障障明啊，多少幽魂呢、啊？这个障其中，不知啊，身障处处魂，这句话好像在听不着啊。我们细胞都是灵魂呐、啊。像讲这很多人听的是吓死人了，我给大家是真话的啦。像我也劝大众要学佛啊，越慈悲越慈悲越慈悲啊，对自己要帮助越大啊。像我们现在也给比丘师尊弟子讲，像现在你们呢、啊，在人家身体啊是当鬼的，虽然都有恨呐、啊，啊，假如说你们出来是魔界的来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多少的幽魂障其中，不知身障处处魂。说孩子啊，此心啊当修行之物，啊，为改自心能明。这心不能动的，啊，心一动就输了，啊，我要归为之处哦，非人啊，啊，非人啊，禁止，啊，算。人民啊，人间修行啊，修改自心内心，真如佛之意啊，纯净啊，修。像现在的纯净呢、啊，四众的比丘都很重要的嘞。像现在问题 啊出在啊，自私啊，有我。啊，只要自私啊，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的。啊，像我们的给大众讲，假如说是分层来讲。自己要去突破的，佛法的浩瀚啊，在讲真心呐、啊。像这个真心呢、啊，我也给大众介绍一下。很多人学佛啊，都不能见性。啊，就像我们里面啊，很远的来这里学佛，啊，他觉得这个佛法很好，啊，他真心吗？没有真心，这个没有真心呢、啊，我给大众讲，就好像说你现在身体病了，啊，众生又叫你超度。真正真心的对不起众生的来啊，这个给他好，我超度，有一分啊超一个，有两分超两个，啊，这个真心它是一点不能假的来啊。假如我们心还是为着生，大部分都不能翻译。像我们现在在
啊，这个情众也看很多。这心真正要真实，真的要调，最好是无心的。人做无做无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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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很多人啊，听经啊，没有消贵之心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佛，佛在做什么？啊，第一个了解佛在做什么，大部分都有救了。啊，像你们都能听到啊众生的说法，啊，应该能够化解的。没有人懂的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分层之力皆可突破，见自心的真实，啊，纯净修悟真如佛之意，可以突破的。啊，说进入空间能不能很容易哦？啊，为什么进空间呢？你不要起懊恼，你懊恼人家变跟你比更懊恼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 啊不顺，就懊恼众生也比你更懊恼。啊，反正你都要看好想好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。就好像我们说到做到，啊，说到做到，诚信啊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啊。啊，说到做到，意思人与人之间啊相处互相信任条件。而如今这种情形似乎变得薄弱，啊，使得人们必须以契约来啊互相约束对方，以文字定啊各种条文互相接受，啊承认，免得啊到时候生病。现在人道都要契约的了。他以前过去的人不用，没有人懂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你只要是真正诚信的人，你能尽信的。像我们现在相关大法师，主要栽培尽信的人。啊，见性的好处能帮助众生，啊，有任何一方为一当时所言而行啊，免得得到时候生病，啊，这个都是人道在用的啦，啊，让另一方吃亏上当，情情发生，像现在世界很多，像啊，我也给全世界人讲。啊，你情愿吃亏哦。像我现在学宇宙准则，啊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像我苏师姐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给大众讲，我都不要了。啊，我只能救众就好了。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无做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你能学我啊，苏姐一样，听佛的话，啊，观想超度，啊，帮助人破明开悟。人到来这里没有白来的嘞。啊，每天战战兢兢。啊，现在人很多，很多人啊，在佛门当孩子们有痛苦难解或需要帮助，啊，像现在忧郁躁症也很多，你来找佛可以医的，
像我们这里医的很多躁郁忧郁，大部分进来都有忧郁躁郁。你有没有忧郁躁郁？以前有没有？有，这好像没有依靠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啊，现在我也给大众讲讲，我们闻到大法了。啊，闻到大法，信佛很重要。啊，什么叫信？改。啊，自己一直改，一直改，改改改改改。佛讲什么就改。啊，我讲不行，我们就改。你就翻页了。啊，而在佛门呢、啊，当孩子有痛苦难解啊，需要帮助时，啊，以佛菩萨面前，时常为了表达目的而许了各种愿，说了各种好话，为求能够如愿。但往往之后，不论有无达啊，不论有无达到愿望，忘记当初佛前所许下的承诺。很多人呢、啊、不懂啊，诚信很重要。家里面的年轻人不懂，假如我、啊、我要砍着净土法门，它是不死之门啊！啊，现在没有人做，我就一直在做。啊，从我开始啊走这条路是养人家没有人要的啦。我一直做啊，我不在人家身上得到什么，啊，你看看活菩萨大慈大悲，当然也不会向孩子说他，但当初话一出，因果便已形成，而不会因为孩子没有记得改变，孩子也要常常因此造作恶业，口业及苦果难免。很多啊，你看现在年轻人现在二三十岁，假如苏醒过来很多，知道路没路了。像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啊。人道都是给大众讲，养你到博士硕士啊，娶妻生子，你这人生就白来了。这样跟老师在讲啊，啊，宇宙的准则很重要的。你今天想见性，第一个就是诚信。啊，假如你没有诚信啊，啊，给大众讲，你想见性很难的啦。像你们啊，看脸不会看，啊，一个脸呢、啊，啊，也心情看脸就知道的啦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啊。这个在佛门当孩子有痛苦难解而需要帮助时，佛菩萨面前啊，时常为了达到目的而许的各种愿，啊，说出各种好话为求能够如愿，但往往之后不能有啊，有无达到愿望，却忘记当初佛前许的愿承诺，啊，像。这个老师讲讲不是这一世的，过去世也有了。啊，这句话大家可能也听不懂。像我们现在身体过去世一大堆的，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当然也不会向孩子说他，但当初话一出，因果便已形成。啊，不因孩子有没有忘记改变。孩子常常因此造作恶业，口业及苦果，就好在佛前讲，我要改，
啊，佛机会改，啊，现在佛都能原谅你，可是宇宙种子就不能原谅了。像我们现在的说报，大部分都是宇宙种子，也不懂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就是不能动心的。啊，修行啊，一动心一自私啊，啊，没有宇宙种子，身体就受害了。而、啊、孩子也常常在不明之下，身体接受各种果报受苦，而将自归于命运业力。你看，命运业力可以转业的。没有人懂啊！啊，是不是凡事皆有因果？啊，过去还是以佛前以说出口的话，啊，即对众生所做的承诺，要说到做到，方有改变，改变的机会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修行，啊，承诺很重要，啊，诚信很重要，啊，若知未做到，或有不合理、不合法之求，受果报即有苦，受苦莫言佛菩萨为障。这句话就是在我们这里很多来做义工的。啊，能够来做义工啊，我们在讲经讲过了。假如你要改个性，叫做修功德，功德可以往生西方。假如说你个性不改，修福德，福德啊，你做了福德，可是你身体还会病。我们在啊网站讲很多的嘞。啊，但要有觉啊，先行改变，啊，而后自然能顺。像我们要改变呢，啊，人生都不能做主，还要这身体干什么？啊，持力众等当知啊，以免受果报疾苦啊。像一点个性都不行的，像你们现在。啊，看人家拿笔起来就进入空间，啊，这空间到底是谁应该了如如掌？真的，你们不懂才来。啊，为什么笔拿起来就进入空间啊？你没有真心忏悔啊！啊，我在讲你没有真心忏悔，很多人听不懂。啊，忏悔不是嘴巴在讲啊，没有心啊，真心忏悔了。啊，像我们有心呢、啊，很难忏悔哦。啊，真心可贵啊，却难遇；忏悔人杰啊，却难现。就是这个心不真啊，啊，不要讲说我不会啊，没有心，没有自己念头，像我们都不能做主，还有念头。像第一个失败在哪里？你害怕就输了啊，你只要有恐慌，你不能坚信的啊！你越恐慌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众生就越恐慌，他不会跟你化解的。我看到是这样，不然你问佛好。啊，很愚痴的，应该真心忏悔面对的。啊，面对什么？啊，你是谁？哦，以前，哦，跟我有关系。哦，看到了，
好好跟他化解，都可以的。做不到这一点就输掉了。啊，说但要从心底啊，真正地恭敬的每一位众生，没有一个讨厌的人，没有一个怨恨的人。真正明白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是佛。真的，像我们人道来我们这里啊，假如你经能听下去，大部分都能够翻译。像我们经能听进去，给他叫做灵敏觉知啊。啊，身体被控制了，想发脾气，无明不行。啊，你不慈悲，你就能够翻页的来。假如说今天的你无明啊，因果给你污染覆盖了。啊，像这个无明贪嗔皆有，很多人听不懂，会生气啊，就是不满。啊，有贪有嗔有痴再来。像我们现在看到全身满满的重力 啊，全身满满重力，每个个性都有的来。像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啊，学佛真心啊，过去无知造了这么大的业，现在学佛啦，要改哦，没有人懂的啦。而且现在给大家的，现在人道啊，我强，啊，霸道，无理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，非常的严重的嘞。像我在讲的霸。啊，你们可能听不懂，在内心的霸气，啊，很霸霸气，众生都苏醒。啊，你看把自己折腾的这么辛苦啊，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，哎，把自己忘掉。做了忘食，啊，忘睡，我告诉你就翻页了。啊，像刘仁豪可以的来，忘食忘睡，看你没办法做到。啊，你还来得及哟，而且你自己头脑好，啊，次要都去做，你就翻页了。两条路了，一条就是冲上来成佛，一条就是病死了。不能做主啊。香港人啊，以前呢、啊这个造了业给佛讲你要改啊。啊，那天在写的牌位我看到哭了很长，说我要改。现在做人又忘记了，啊，像我们香港大佛寺要开花的人，现在很喜欢开花，啊，开花接引众生啊，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只要被无明因果给染着覆盖，就是不能生气了，你容易生气了，而能自己对方啊，因为过去的因果结下的冤仇，他就苏醒了，啊，甚至不止一世互相对立，啊，而有了如今的冤浪解，仇难平的局面。
我们可以延起延灭啊，把它忘掉身体，做无做无做做，可以的。像我们现在看每一个人，因为果报，每一个众生啊，都是巨型中的人物啊，啊，受生老病死的牵动。像这个生老病死，你不改，不能见性的。啊，而因这身体的病苦，而带着心力啊，心与灵也一起跟着受苦。灵性要提升啊，灵敏觉知啊，能见性的，没有人懂啊。像我们千万不要轮回哦。啊，假如个性不改，随着因缘在进入轮回中，真的很严重的。啊，说孩子啊，孩子们，还有没有认清楚是真相？真的，你真心忏悔是净化自己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活在当下的啦。啊，坦诚地面对着过去自己无知无明、自私不懂。像现在孩子没有人教，很自私的来，他也不懂。啊，我执我坚强，霸道无理之大。啊，所以一仗群势啊，造下各种业。现在人道很多，像我们现在佛法是佛开始了，开始在救全世界啊。假如说中国人比较有福报啊，能够好好的听经啊，你改了，你不会生病的啦。像我们啊，为什么啊，一个礼拜啊，七天做八天，加紧讲经说法，或者开始给大众讲，也能救你自己的嘞。现在我一个当中是自救，啊，没有谁救谁，都是自救。啊，身体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的。下里面在我身体看得见的 啊哪里是老人年轻人的嘞？啊，现在很多人要来见我们，欢迎啊，来看我们的法会啊，浩瀚无比的啊，超度的无量无边哦啊，每次啊佛都放光动地。像人体啊，给大众真是科技的科技啊。啊，所以一战啊，全世所造下的各种罪业啊，像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有个性哦，再有霸道无理哦，还是自大。很多人不懂，外面很多不懂啊，不晓得众生已经苏醒了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啊，我只我坚强，霸道无理，自大。现在很多，像我在劝大众哦，啊，忏悔当时无知无明自私，啊，一仗全是啊自己所造的恶业。就好像我在讲说，净空老法师在汤池啊，啊，在做炉。啊，这个介绍佛法，贪执把它封杀，那个罪很重的，那个还在地狱。他不晓得教育很重要，像现在我们啊，访问了这个异族啊，访问了天王，哎呦，这个给大众讲啊，教育帮助人很重要的嘞。
像一口气在都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像我们为了这假山付出的代价啊，因果通不是通三字啊，通无量世啊。啊，现在放下还来得及，好好的改过，彻底的改过。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寺啊，专门在做给大众讲啊，劝大众啊，啊要导正啊，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了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啊，真心忏悔，人道骗人的啦。我给全世界，人道不是真的啦。像我们现在讲众生啊，综合合身，都是一体的啦。啊，没有说你大不小，人道不晓得。现在人道很多人高低差很多的嘞，不懂。像我给大众讲啊，我们身体啊都是众灵的嘞，过去生中都在你身体里面的。啊，假如你能够真心的恭敬每一位众生，你能翻越的。我们没有啊资格再有情绪，啊，我们没有资格再会生气，啊，我们没有资格再霸道无理，啊，自大我强，没有啊，有这东西众生就苏醒。你看二十几岁就抓，十几岁就抓，七岁就抓了，抓很快的嘞。啊，说真心恭敬的每一位众生，忏悔过往无知啊所造之，啊造下之罪业，真心忏悔是为改过。啊，像我们是想不到注重接受化解啊。像我们现在帮助人啊，这个给大众讲叫做身心疗法啊，要听经啊，真的要听经闻法，众生能化解的。像现观大佛寺啊，很珍贵，如有昙花哦。啊，缘起缘灭，大家要珍贵啊！啊，能够超多少算多少，能够超度往生希望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拜了第一次叫业中求，啊，这个业中之啊，业中之路，多人求于好，不知改其不好啊。像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啊。像我们呢，人道都是业障来的，仇业而来。啊，所以也给大众讲啊，在这里只能做好事啊，存好心做好事，什么都好，不能有一点恶的嘞。啊，所以多少人求于好，不知改其不好，终于求中求，何时生命落下，何为所存？像我们现在人的，看看呐、啊。假如你没有听经，大部分都造业，也不懂，不懂啊！啊，都是业中求的造业的，啊，一点占人家便宜都不行的嘞，没有人懂啊！啊，会是真相，更是业，啊，业在有几，业中求会是真实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人体啊。啊，只要知识就造业了。像你不来我们这里听经不懂，啊，更是业瘾。所以业在尤其是福与祸，啊，无常业中，啊，莫不知啊生命之苦，当然要自省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
带不走的不要去积极了，带得走的要积极的，勤精进就积极了。像我们相关大佛寺哦，假如你能够勤精进不得了，学超度最重要啊，把自己忘掉。家里面啊，孩子喜欢放话啊，放话就超度阿弥陀佛，放话打破破放话，我给全世界讲啊，网站打开就看到相关大佛寺了。佛就在这里，啊！希望大家啊来个朝圣，啊！你那什么问题啊都能解决的，啊！像我们在第一次啊，老师讲勤精进，很重要的嘞，啊！勤精进啊，啊！什么叫做勤精进？像我们现在每天做的功课，啊，很重要哦。不要像我们拿了一本书了，还是念一句佛号，还是拜佛，都有龙天护法在顾着嘞。像你不要看我们道场啊，只有上面这样，空间重重无尽哦。像现在听经，你看满满的，啊，真满的嘞。像在我们这里啊，请经改心，改念头。啊，全部看好，不看坏。啊，老师开始讲，精进与佛门正是每一位僧众之功课了。啊，尤其佛弟子、师众弟更是如此。个性要改哦，个性不改不能见性的啦。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勤精进，个性改？你个性不改，附体多了，尤其魔宗啊！现在你只要有个性，魔宗就进来了，没有这么简单的啦。啊，像我们相问大佛地呀，啊，为阿弥陀真主之处，为正法弘扬之地，我们这里是，我们都在教好。啊，人家讲这个恶的要死，来我们这啊，我们看到一点好，就好像魔众造了很大的业，你看佛都在归顺的。只要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可以的嘞。啊，佛地为阿弥陀真住之处，为正法弘扬之地。啊，相问大佛寺啊。啊，若是有偏邪啊，以净化之地更加凸显，就你会生病。像我在这里，我们这里很现实上，我一些苦口婆心一直在劝啊，啊，个性不值钱啊，不要个性啊，个性对自己伤害最大。啊，为什么身体就生病了？看老师在讲啊，啊，相关大佛是为阿弥陀正住之处，为正法弘扬之地，啊，若是偏邪啊，都以净化之中更加凸显，啊，或成为心之旷，或者心有别，啊，二劫难逃因果为现实法。这难逃因果、啊、可能大家听不懂，我们这次这么老实，怎么会造因果？过去因果，这个性把因果给找来。很冤枉的啦！啊，像我们现在给大家第一个是改个性的，人到没路的啦。不懂的啦。啊，刚才打雷就叫下雨，啊，欢迎。啊，放音下雨，啊，这个话比较有人淋雨，啊，所以这珠子啊不可不慎，啊，佛地啊修行若正啊若正行前进，哎、啊，这火菩萨护法常护，可以的了。
像我们这里都教你做好，啊，你不做好就会生病。他不能骗人的，最怕就是你有个性，终身就苏醒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没有人懂。像我们今天啊，闻到大法，身体啊给大众讲，其实不值钱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在香港大佛寺啊，比较值钱在哪里？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能够见性，能够去西方，不然人到来出世，每个人都淘汰下来，每个人都生老病死，没有一个没有。不懂啊，不晓得啊，所以啊，诸子不可不慎哦。像我们现在活地修行说，一直长进啊，体力啊，主要在体力，体力不得了。真的啊，像现在人老不能老，老了就输了。所以活地修行若正行啊，若正行前进啊，必受活己啊护法丹护，而且给到你越做身上越光，不会被附体的啦。现在很容易附体哦，啊，你看澎湖开天，灵性不死，啊，什么灵性都有，没人懂嘞。啊，所以若未正心，心有偏邪，怎能啊逃护法诸众之眼？而报以及受戒。现在啊，你不来我们啊，贵宝地也不懂啊。其实啊，为这身体不值钱呐。啊，身体大部分都是借用的啦。啊，不要问啊，为这身体一定要这样这样，就输掉了。很多人都醉生梦死，不懂啊，所以这身体啊，要坐无坐无住，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的，没人懂啊，能够积功累德啦，啊，积功累德很重要哦。啊，做做做做，积功累德，积的德越多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帮人破门开除一功，啊，我们不在你身上得到什么，我们希望你尽心。所以啊，情该过于去难，啊，勤念啊念佛以得尽，啊，诸情有成就尽心啊。像现在要给这个情众缘，好像你们大家听不懂，我也给大众介绍一下。啊，不要讲说啊，人家叫你睡你就去睡。啊，情啊，我不睡，我来用这折法，啊，我不睡来折法，都可以的了。像你还不能做足，会越来越老，而且身体会越来越细，因为我们身体就是宇宙，而且睡觉贪嗔痴慢，人家都进来了。没有人懂的啦，所以这心要重要啊！像我现在给他纯净纯善，不能有偏邪的来。啊，佛法浩瀚哦，啊，主要在这灵敏觉知，灵敏很重要。
啊，像我的表法给全世界讲，学佛没学佛，老人呐、啊。啊，你说这老人呐、啊，七八十已经是很老的，我们不老。啊，一天要做很多事的，像我们的责任重大。啊，这责任重大好像大家听不懂，不是要扛责任啊，责任重大在一口气还在。啊，人可以不死不病不老，啊，我一定要把它宣传出去。啊，那怎么看？看我的身体就知道了，看我的法会里啊，浩瀚无边。啊，我法会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钱啊。这个身体科技的科技哦，啊，不要为这个假身啊付出的代价、啊。你看做了半死，一毛带不走，划不来的嘞。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好好的修行，勤修行，破迷开悟。帮助人破迷开悟啊！像现在啊，从小看到他，我们为这身体啊不值钱啊，身体是假的，身体是借你用的啦。啊，每个人为这身体死啊，还造业的。啊，现在我们用这身体不能懈怠，啊，做无做无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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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。把灵性给停息，不要从这个身体，把这个身体从这里，不要身体重视就退了。啊，你就像某种找我找我找就找，谁怕谁啊？下了三十斤呢，啊，在我眼睛翻来翻去，在我头皮翻来翻去，我说我很值钱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大家可以走出来再来。啊，这个。这个可以讲，一直磨磨了一颗闪亮的钻石，哇，在世间能救人，那你就不得了了。劝大众啊，啊，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哟，找回自己很容易的嘞，真的科技科技呀、啊。啊，故勤精进而有功夫，啊，勤改过而去了，啊，勤念佛以得净，你看给大众讲成功了，啊，诸勤有啊，这个诸勤啊有成而进行，可以进行的。像我们现在为了这身体不值钱的、啊，啊，身体不是糟蹋，用这身体也找回科技的科技。像我在我们呢，在这里也看得见，啊，样子变得是不对的。像什么都空的了，都骗人的了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没有人懂，啊，只有见性是真的。像我们的生命叫做体身啊，啊，命为啊随体身，体变诸相变，这个好像在听不懂，啊，就像现在附体很多啊，小孩子就被附体，个性啊。啊，你看他脸眼神在变，都看得见的，都不是他的眼神了。啊，很严重的了。像现在我们闻到大法，
啊，一定要面对克服这个身体，啊，要把灵性给提升。啊，我借用这身体，我不要去从它，可以的。啊，当自悟其中变化，体身之相生，若能够命直啊，啊，以何相为始？这好像大家听不懂。现在附体太多，啊，只要你有念头，它就进来了，没有人懂。啊，附体很严重的。啊，所以给赵仲江啊，先给现啊现实的自体为人啊，当知把握啊，把握醒悟时机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我给赵仲介绍一下，就好像身体是你的，你不能做主的意思了。啊，你只要宇宙真理都能够都能做主。像魔众这么多啊，其实魔众造业很大的啊，尤其控制人家造业非常大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啊现实自体为人，当把握啊悟性机会，体身成变，就身体啊生命成变，来受自身困啊，自己害自己的。没有人懂的。啊，说摸啊摸一体可以啊摸一体可以前行努力啊，人为重福持体身，人为中道会以命福。就好像说我们身体是借用的啦，啊，身体借用给大众讲啊，能够为众生服务，尤其来相关大佛寺跟佛的嘞，啊，你要来见性容易的啦。啊，你看看在澳大利亚来讲啊，很少下雨的了，佛现在这四季如春啊，明天就送雨神雷神啊风神电神到西方，我佛是没有，说无尽的星空啊，无尽中无尽啊，星空空间无限啊，总啊总灵亦无量，是无尽陀，可有归处。像我们现在在栽培法身呐、啊，啊，每个人啊可以有法身呐、啊，超度众生。像我们在栽培了。那法身好不好操度，好不好学，好不好建立，无量寿经做到就是法身了。啊，从第二品啊能够做到啊第十品，你就有法身了。而且自己国土很大的。啊，所以无尽的星空，无尽中有无尽的星空，空间无限，都是众灵的啦。像我们开车出去，哪个不是灵？通通是。所以众灵亦无量，是为无尽头可有归处。像我们现在积极超度。啊，帮助人呐、啊、破迷开悟，宇宙总能找回法身。啊，你能救这虚空的嘞？
像我们现在啊，进入银河系啊，宇宙啊，这个深入银河系宇宙佛光遍照，众灵见光啊啊，这个闻佛号得能量，像这个讲的能量，我也给大众讲啊。现在我们讲说已经没了，那个叫做废墟了。啊，现在银河系的废墟这样，阿弥陀很慈悲，关照他们都活起来，真的。啊，下面这法身不得了，像我都用秒针进去的，度度不度，无多度，啊，进去啊，放光动地啊，我佛慈悲啊。所以啊，众灵见光啊，闻佛法的能量，得求前往能量地呀、啊，是为西方国。每个人都要能量的，没有人懂。像这个见性法则自己啊，要能取自然。像我在操作云端，啊，不是这么好操作啊。啊，完全你看下面啊，一直南无阿弥陀，打鼓一直往上，啊，一直地步才能够推动呢云端的呢，送往西方的。啊，很维系维系的念头，可以的嘞。啊，不是只有千百亿，千百亿不止哦。啊，这千百亿，千百亿是很难算的嘞，非常维系哦。像你能够观想这云端进去，一个牵一个，速度很快。它不是推动的，而且云端很微细，啊，就像织布一样，啊，每一个啊微细都是众生的。像我在教大家，很多人听不懂。啊，说此见性法身及千百亿化身超度众生之功夫，啊，一定要我们在栽培呀、啊。现在相关大佛是在栽培呀、啊，此见性法身及千百亿身超度众生功夫，啊，以超度无数众生实是世间奇事，这个就观想了，念力。啊，我觉得这念力很重要。速度要快的嘞，像我们人道念力在造业了，那我们不是什么，我们念力在救人。你看阿弥陀一念慧力，哦，超度很多人的嘞。这样我看到这才知道，我们笨死了，头脑都在想自己，自己又是假的，然后用这念慧力啊啊来超度众生，你就不得了。啊，说此为人生的殊佛，以修行渐进后，自同佛心而圆行，啊，实是不可思议。没人懂的。啊，像我们从来就想自己，你就输了。啊，有没有自己？没有自己啊。你有自己啊，你就有业力，没有人懂的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以念慧力都超度，你就赚到了啊。此事发生在相关诸子的眼前，阿弥陀及诸佛合作中，阿是此举打破地球与无量星际的关系，真的。
在老师在开示大家好好的学。啊，像这篇很重要的，啊，为什么重要？给大家讲身体科技的科技，我们现在是在栽培的，假如真正的想要学的，我们都可以啊帮助你，只要在进化啊，所以此举啊，打破地球与无尽星空之关系，所将见性之灵性发挥极大功能，实乃一大创举。像今天早上我的创举不错啊，我观想啊啊，这个整个中国大陆。啊，整个东南亚、日本，包括香港、台湾、澳大利亚、古巴的什么，啊，有电脑都可以打开，啊，光照无尽，能见性的。像我们现在也全世界讲，头脑都在想别的，啊，你头脑能够见性就不得了了。真正能见性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这个，在礼拜六的第二十，啊，礼拜六的第二十啊，无尽的星空，发挥极大功能。啊，实乃一大创举，说诸子见之，习之，跟随之。像我们身体也给到了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呀、啊，很浩瀚的啦。像人道来讲啊，都在明，而且都是放化。啊，处处迷魂之中啊。莫迷不知迷，迷于迷意之中啊，所知之处迷于诸台。所以要没有佛法了啊，假如有佛法就不得了。孩子啊，事成当行，啊，事成当行啊，不要再迷哦，没有人懂他了。啊，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人道这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哦，大家要珍贵哦。啊，无在迷，但清醒见性，真理法义玄殊。现在在我们相关大佛寺。佛开始，老师开始，大家好好的听啊！救谁？救你啦，救自己啦！啊，见性之悟啊，度众人入习性，莫在迷迷中，可惜迷中之困。啊，今生莫再迷。现在人道都是在迷，没有一个不迷的，很可怜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借假修真啊，自身是假，我是假，沦为业力是假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把这个身体给打开了。啊，人要不要恐惧？不用，你看你现在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啊，叫做提升灵性啊，能够自己做主，对不对？
啊，不要靠妈爸爸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恩做主的，啊，再靠爸爸妈妈就没有用了，啊，不能成长，会生老病死的。像身体是有限的，啊，真的选择修行，一家修真，找回自己啊。像人到现在，忧郁症、躁郁症很多。我们啊，感谢我佛慈悲啊！啊，今天活不下来，像问大法师，人到没救的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像我也是佛救的。啊，真正找回自信的，像我们现在。啊，你看一下，人都有生老病死，看到佛墓一大堆。啊，人只是看，不晓得严重性的。像我们现在在讲经啊，也给大众讲，啊，叫你不要造恶因啊，不要自私啊。大部分都能尽兴的，像相关大博士佛开始啊，都叫你要遵守真理的，啊，你不遵守真理，你不能解脱的嘞，人很苦哦，啊，现在人很冤枉的嘞。不晓得这个假身造了很多的业，啊，都在大地受报，没人懂。大地受报的嘞，啊，你说人道苦不苦？赶快学佛不苦，人道是假的，生命是有限是假的，主要是灵性的提升，像我们的灵性投胎这个身体。啊，在这身体里面呢，啊，能够发挥进化，千万不能有思维的来，啊，有思维你就输掉了。像我们现在恐慌，谁害的？自己害的，没有谁害谁。啊，佛法你打开才知道，人体啊一文不值啊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。主要是在啊这个守戒啊，你只要宇宙准则，每个人都可以尽兴，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